来看到这个国防部3月2号直接有公布了侦获大陆军机9架次，其中呢进入西南空域的有4架次，另外呢有发布一个大陆的空飘气球的动态，有8枚气球逾越了台海中线，主要是集中在台湾的西北跟北部的空域，好，距离基隆最远是113海里，最近是40海里。另外呢，国防部也有说，2月29号的时候说有19架次的攻击，其中逾越台海中线进入北部、西南跟东部空域的有12架次。那张将军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特别提到，攻击现在距离淡水就23海里哦，就是说飞机只要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台湾的领空，非常的近哦。我们其他的图邀请张将军好好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一回在3月2号所说的大陆的这个战机军机哦，9架次，3架逾越中线，那大部分呢都是很靠近这个基隆的部分哦，你怎么样看？他这个非常的清楚，他就是置重点在这个北边北台湾。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最近的，你看这个台湾呢跟大陆是个像个喇叭口，嗯，越南部的是越远，嗯，然后这个地方是最近，嗯，最近的话，而且这个地方又是政经中枢，你不管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新竹是我们讲科学园区，对。对，是这个样，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重点是在北台湾。哦，那北台湾的话，又距离又最近，又是政军中枢，是不是重点在这个地方？嗯，所以他这样子经常在这个北边来这边做一个重量的，我们讲到包含这个空权上的展示，对，海权也是一样，包含北中南东都有军舰。哦，这是我们刚刚我们看这个图，只是看到空中的动态了，因为这个是个防空识别区的一个空中动态。那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是不是有空权的声张？哦，慢慢压近。上一次的时候，不是说距离基隆很近吗？对，43海里吗？越来越近。这个是为什么要基隆？我认为要用淡水更近。对，你用基隆，你跟着基隆不画这基隆应该这个地方，因为基隆是个港口，应该靠这个东边的地方，应该用淡水，感觉感觉更近，感觉会更有压迫感。所以他刚才要舒缓一下，不要画那么近。你画那么近的话，感觉到这个那个外商的投资一看，哟。就好像的目前的军事上的这种压力蛮大的，那是不是有点考虑？那你会不会影响股市？都会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那他现在置重点在这个北台湾，那北台湾那除了飞机之外，也包括有人机，也包括无人机啊。无人机也可以用啊，这里面有无人机啊，因为中共的无人机的这种机型非常的多，翼龙啊，或者是 BZK 系列，还有这个我们讲的双尾蝎等等。非常多啊，还包括无侦机等等，都会在招商应用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人机跟无人机在这个地方。那以后变成常态在这边活动之后，久了之后，可能人民都会慢慢习惯了，慢慢习惯共机在我们的空域活动，也慢慢习惯共建在我们周边的海域活动，慢慢接受它。所以这样子的话，中共在这一方面营造它这个主权、空权、海权这一部分。在这个地方，也有了这个方面的空权跟海权，以后是不是就过来执法？海警船是不是可以过来？他的渔政船是不是可以过来？他的海监船是不是可以过来？然后同样的，他的以后海上民兵可以在北部海域做操演，你就会习惯他。那习惯他之后，就变成主权就会被中共慢慢的切香肠拿去了，那就剩下治权。中共现在将来的放眼未来，他整个态势很清楚，主权逐渐收割，跟邦交国一样逐渐收割。然后治权保留给你，是这个样，所以很清楚。你看他军事动作就知道了，工具很多，架次增加，距离靠近。所以就你的观察，现在就是架次不断的增加，距离也不断的靠近。靠近了嘛，距离越近嘛。以前的时候感觉到，如果他有一次的话遇到海峡中线，我们好紧张哦。现在不会，哪一天不越海峡中线？我们也慢慢接受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有惊弓之鸟，感觉到我们这个有破口了。要注意了，久了你也习惯了，那久了习惯了之后，有没有木马土城的效应？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看到木马放在那边放那么久，斯巴达跟雅典看了放那么久，久了就习惯了，到最后完毕之后，他们撤退的把它拖进来，一拖进来的木马土城机，很清楚的。那我们会不会习惯了？温水煮青蛙，他中共也跟切香肠是越切越近啊，然后剥洋葱的方式，然后也慢慢剥进来，那换句话，他不要一下子打阵。他逐步达阵可以做的新闻的效果、舆论的效果，还有台湾在心理上接受的效果、主权慢慢收割的效果，是不是就有了？所以那有人讲说，那金门为什么一口气拿下？结果一拿下的话，你看感觉到那变成了短多长空哦。你短多一下拿下来了，感觉短着你很沾沾自喜，那轻松吹和一举，
轻而易举，不会吹灰之力把金门拿下来了。嗯、但是你是短多哦，但长面你会被人是不是有国际的效应？嗯、是不是台湾内部反弹的效应？嗯、不要慢慢来，慢慢做新闻，慢慢做这些心理战，慢慢做舆论战的题材素材，把这些素材留住很重要。同样的，他只要创造这个素材，舆论战跟心理战的素材，我们先不要讲法律战，先创造这些素材，创造出来之后，造成他的这个效益慢慢产生，我们的心理。民众的心理是不是慢慢接受了？嗯，现在不过来还蛮奇怪的。去年的话，2023年1700多架次，嗯，前年也是1700多架次，每一年都是1000-2000架次的，一年才365天，看多少？而且这在海峡中线以东靠近台湾这边，那以西还更多嘞，你是不是更多？那将来的中共这方面的工具多，因为包含无人机，因为无人机不会有人员的伤损，所以无人机的将来的所占的这种比重比例会比无人机会比有人机慢慢增加，慢慢拉上来。张将军，所以你认同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他说，假如陆方不承认有海峡中线的话，等于将来就是没有缓冲余地了，对于这个地区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对，你会慢慢的，你没有战略预警时间跟战略预警的空间嘛？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应变？嗯，我们紧急起飞的飞机最快也要6分钟啊。嗯，你看它现在的距离，这不很清楚啊，在基隆西北只有40海里啊。这个是空飘气球。对，空飘气球，气泡气球已经很近了，所以它这个是多重多元交相运用的。多种工具。对，多重工具。那多种工具的话，它这样的话成本最低，本小效高。然后他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房慢慢被松懈，松懈，这是松懈。这个兵法上讲一讲，攻心为上。中共在心理战呢，攻心，因为你逐渐接受他，认同他了，他在收割主权，主权空权是主权，海权也是主权，包含执法权也是主权，航权，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M503 贴的海峡中线也是航权，也是主权之一，又是航权。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会员国，我们不是啊，我们没办法，在法律战上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啊，没有这个平台啊。换句话说，慢慢收割主权，然后自权留给你。所以态势很清楚，尤其从这个断交国，9个断交国一下来，将近50%断交了。那收割，这就收割。到时候你没有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国际人格嘛，因为你没有邦交国嘛，所有国家都不承认你啊。你只是个地方啊，只是个区域啊，变成这样子，所以中共在收割主权这一方面，它是有节制，它是循序渐进，它有工具，多元的工具，然后都在做使用，然后创造它最大的效益，心理上的效益都有。好，非常谢谢张将军帮我们做这个补充哦。另外，接下来呢，我要先请厉将军哦，再来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包含这个攻击，还有包含这个空飘气球，它都是锁定在基隆这个部分，因为。这第一个哈，你看看它这个空飘气球，它大概从西边往东边飘了。对。为什么从西边往东飘？它算得很精准。因为现在台湾的季节，大概从每年从十月到隔年的到今年的，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五月，我们低层吹的是东北季风，可是高层吹的是西北风，所以说是从西边往东边吹，它算得很准，它就是针对你基隆来的，所以你看它飘的距离啊，飘的位置都在基隆这边。对，那因为我们北部就像张将军刚刚所讲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防空武器啊，还有基隆军港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种指挥所啊，这个飞弹阵地啊，甚至于我们台北总统府，对，都在北部地区，所以在台北也有很好的，我们前一阵子看到。说是红色海滩啊，干嘛？所以它重点一定是在北部。那第二个我要特别补充说明的哈，这个话哈，大家不要以为邱国正为什么讲说中线很重要，对，这个哈，可能大家以为说，中线在那边嘛，你知道，如果就我们陆军来讲的话，那叫什么？你知道，叫射手就位，对不对？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开保险，开始射击，这是它射击线的，不是冲锋发起线的。中线呐、你知道是射手的位置就位了、然后我们台湾是靶子，就是因为它的飞弹，这个大概，它射程都在我们它射程之内，它100海里，它不管是反辐射飞弹或空对地飞弹，或者是说各种飞弹，它就在那边就可以直接攻击，它只要扳机一按就直接攻击你各个重要场所，就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你根本来不及应变，因为直接就兵临城下了。你根本没有缓冲空，一定要缓冲。
为什么南北韩三十八路线是各两公里四公里的宽度，要有个缓冲区。你在它现在兵临城下，你的缓冲被压缩了，问题在这个地方，会造成国军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攻击你的话，他不会飞到大陆台湾上空了，他在那边，所以可能当过兵就知道了，对不对？涉及上拔台的时候，就是全线预备，全线预备后开保险开始涉及。火那个炮弹就打过来了，火箭就攻过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反应时间，你知道？那不是说没有一分钟、两分钟，你连个十秒钟时间反应都没有，对不对？你这对空的雷达都还来不及打开，就算你有再好的反飞弹的这种拦截系统来讲的话，你都还来不及开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是很严重了。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有个距离，现在武器。飞机可能飞过来还有一分钟，但是炮弹打过来，可能飞弹过来可能是十秒钟就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而且它加强在北部地区。那到底是虚张声势？其实我们台湾全岛哈，它都可以实施登陆作战了。像美军当年跟日军作战的时候，他要登陆台湾，他做的叫提陆作战计划，是在哪里登陆的？在屏东的加路堂登陆，他准备打到高屏溪，然后在高屏溪那边，在南部那边就是现在五里亭建立机场以后。对日本本岛就可以实施轰炸，所以台湾每个地方它都可以登陆。那现在来讲，最可能如果它要速战速决的话，最可能地点是在北部，就直接打你阵营中心。我们讲射人先射马嘛，对不对？擒贼先擒王嘛，就直接目标可能选在台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空飘气球，它这个一定是军事上的用途的气球了。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你看他算那么准，八颗气球可以同时从你上空经过。你如果说是纯粹就是探空气球啊什么，他飘来飘去，台湾到处都是，他就算准时间，什么时间放什么气球，然后到什么位置刚好可以对你做什么样的征收，或者是说诱导你的这个雷达会不会开机啊或干嘛，收集你这些参数。我觉得主要是对北部地区的一个军情，做一个军事的参数，做一个征收，一个整理这样。